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混合性皮肤应使用什么样洗面奶这个问题。一般呢，我们可以将混合性皮肤分为两种状态，第一种混合性偏干，第二种混合性偏油。一，混合性偏干的皮肤，我们一般建议使用乳状的洗面奶，温和有效的清洁，而且还可以补充一定的营养，得到滋润。二，混合性偏油的皮肤，我们一般建议使用低泡沫型的洗面奶，清洁有效，而且可以达到干爽的状态。你们选对了吗？